我们这儿有两个具体的例子啊，因为光这么说可能有人不明白，咱们透彻一点。每次一有这方面的例子呢，都是小影子来念。岳云鹏，哎，你愿意不愿意？我愿意。影子，他不认识字儿。抓紧的，有汉语拼音的啊。影子坐累了吧？来，你站到小岳哥哥那儿去啊，让结完婚的坐着。不坐着了。啊，两人换一个位置。太好了，让他陪他。想说什么，乐嘉？我不守规矩，您别生气。您哪不守规矩？他真名叫云鹏，为什么叫小岳？岳云鹏。哦，是这样的，行。哦、我不姓云。哦，这你就是传说中的小岳岳是吧？来吧，影子，来，站在乐嘉老师旁边来迷惑他。嗯。他容易上这个当，你知道吗？这我用露后背吗？哎，不用了，你会影响播出的啊！来吧，郭老师，我能念了吗？可以了，好吧。我老公是一个我老公，我老公是一个心特别细的人，不爱说话，有什么事都藏在心里不和我说。我的脾气比较急，有什么办法可以让他对我掏心掏肺呢？嗯，这个老公这个性格什么颜色？理论上来讲，应该是这个。问这个问题的人，一般情况下应该是红色，因为他觉得我有麻烦，我会讲出来给你听。那你现在不开心，我们是一家人，你应该讲出来给我听。所以他不讲的时候，他会特别急，所以他会常用的做法就是缠着他，你说呀，你讲呀，我们是一家人，你说呀。然后他越这么急，他就越不讲。其实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就是两个人分手。哎呀，不许说话，这就是你徒弟。不许说话，这徒弟媳妇儿。哎，哦对，那你告诉我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分手。所以这俩人分手了，现在。最好的方法在理论上来讲，第一，蓝色性格他没有那么快的愿意讲，他必须确认，你是一个可以完全值得信任和高度安全的状况下才会讲。它的难点是在于你会很着急逼迫另外一个慢性子的人直接讲，但是你必须要给他足够的时间，所以最好的方法是陪伴着他，等到他高度安全和放松的时候，他自然就会跟你讲。哎，那老师有个问题，你说这个是快的等慢的，那万一要是这个问题在快的身上，这个慢的怎么追这快的呀？在刚才问的这个吐心里的苦水的这个问题上不会出现，就是因为一般情况下他如果心里面有真正不爽的话，根本还不用他问，一回家他就会拼了死命的往身上扑，跟他哭诉，所以这个你不用来担心。那我明白了。但难在哪里啊？但我告诉你难在哪里，难在说当红色性格的去跟这个蓝色哭诉的时候，他只是希望你能理解我，你抱抱我，搂搂我。但蓝色性格的麻烦是听完了以后他不去哄你，他跟你，你这么做，我告诉你郭德纲，你这样做不对，这个事情是这样的，一二三四，二二三四，三二三四，再来一次。他跟你讲道理，但红色性格的人是不需要别人讲太多道理。好吧，所以我们可以体验到。好吧，可以了。你告诉我讲的我有没有道理啊？你装也要装的我讲的有道理一点，好不好？老师，那如果红色的太奔放，就是怎么控制一下？分手。太奔放控制不了的原因是，截止到目前为止，你付出的人生代价还不够大。当你付出的人生代价足够大的时候，什么缺点都改得掉。哎呀，来，你是不是交男朋友了？还有一个，为了让你迅速成长，最好的人生方式要找到像郭德纲老师这样人生阅历极其丰富的男人做男朋友，很快就会成长。不带你们这样的。